接下来第二个问题，我们待会再交给我们。来，妈妈来。恭喜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掌声鼓励一下，欢迎。哇！哇！被我抱抱的感觉真好。你抱我吗？啊，好，没有没有，开玩笑，开玩笑。好的，第二个问题呢，我就交给。第二个问题就由我发问，我的问题非常非常简单。我的问题呢，就是善无双在戏里面最喜欢吃哪个牌子的冰淇淋？哇，看大家都有都知道，因为里面很喜欢吃那个牌子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还是你来选。我不要得罪人，不要我得罪人。好，左边这些朋友们，知道的请举着手。一、二，一直跳没有用。来，一、二、三。好，张君雅小妹妹。啊？什么东西？小美。三，好，好，那我说的是第三排那位先生。耶！耶！没有错，没有错，你答对了。OK， 来，妈妈请上台，谢谢。谢谢。